欢迎来到舞台动力实验室。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一组刚刚所完成的薄型旋转台。薄型旋转台的最高转速每38秒可以旋转一圈，载重量2吨左右。在它上面所看到的是一组我们之前所完成的旋转电脑灯机构。这组旋转电脑灯机构除了可以做环形的运动，也可以做自由形式的轨道运动。目前所看到的旋转电脑灯直径4米，上面可以搭载12到24颗电脑灯。薄型旋转台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来定做它的尺寸，目前所看到的直径是 4.8 米。动力实验室，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三轴摇摆旋转台，这是由三点支撑的方式举起数吨的负载，可以做摇摆及旋转的多轴运动，使用了 1.5 千瓦的伺服马达，外加负载可超过2吨以上。旋转台的直径大约5米，最低高度120公分，最高150公分，升降最大的行程最短的时间8秒，旋转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是8秒，最大倾斜角度6度。3、2、1，走。3、2、1，升。测试链条升降器，我正在离开地球的表面，非常的有趣。现在呢，已经快要到上面了。这种台车它本身的车轮的特殊的构造呢，让它可以做非常特殊的移动。现在看到的是直走，那它也可以做横移的移动，请看示范。所以在没有任何转向机构的情况之下，它是可以做各种方向的运动。当然在城市的控制上是非常特殊的，譬如说它如果要做原地旋转，也是非常容易达到。那但是呢，都必须在四个独立传动的轮子。
初负载卷扬机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两条电缆的上下，所以可以控制灯具的方向。这是目前我们世界各国还没有做到的一个方法。我们在想，我们来看一下控制台。这是我们的 CMS 的最新的控制台。控制界面呢，总共有好几页，来我们请控制员、操作员展示一下不同的操作界面。它可以定义，可以设定，可以 secure， 可以做非常。
受吗？今天这边有很多人拍照吗？会上传到网络吗？